你好，晚上的8:35，到馆内，社长看完了开讲。哦，这个我们恭喜各位了。今天第一周的第一次啊，12月第三周的第一次开讲，我们就中奖了。我们中的是1期。全车2中1中1期啊，50牌没有中两星，可惜啊。10他开了20啊，开了05啊，14、17、19、20啊，可惜啊啊，这也没有办法的事。我们赌博就是要单起中，没有中都叫废话啊。但是我们就是中奖就是获利啊，大家赚了钱当然是高兴个3分钟就好，低调点。啊，社长呢，尽量让各位在4期内、6期内多开啊，从来不超过6期都不开的。你不参加我们的会员，那是你的损失。我们后线，你参加后线吗？你也不给我吃红的嘛！我立刻把你的麦删掉。啊，感谢老会员的支持，希望老会员能准时啊，把我吃红的钱寄过来啊。这个行业是很邪门的，你今天过关啊，你看我今天一个会员没有寄吃红的钱来，他今天进来马上就过关，这很邪门。这本来就是这样的嘛，打麻将自摸就马上给人家吃红可以继续中奖，这个是一个惯例嘛啊，大家不是我死要钱啊。还有那些骗牌不给吃红钱的人，你不必再来找我，我宁愿不帮你牌，你自生自灭吧。啊，参加新会员押金1000啊，现在有一手押金1000，你不给我，那我押金就给你没收了嘛，对不对？我从来不打电话去催账的，0915008814，0915008814，参加我的line。